国际服玩的香菇儿，没关系，你有好好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好儿。今天呢，来看一下这个我们 NF 打宝出现之后，社群充满了什么各式怀疑。好了，好，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来，第一个这个是什么 ？Chris Wilson 我操 ，Chris Wilson， 我刚刚有看过啦 ，Chris Wilson 嘛，对不对 ？What happened with item？ 我不知道，这好像。看起来嘴炮了，算了。可以点进去看啊，其实可以点进去看啊，只是基本上点进去看也是，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有些英文看不懂，看一下下面的留言哈，反正他列很多嘛，然后下面就有留言说，让游戏更好玩这样子。反正How dare you？ 他说你怎么敢？然后游戏还是没有很有趣。我不知道，好啦，随便啦 ，Chris Wilson 加油啊，把这游戏再改好一点啊。然后第二个是，这个我刚刚有看过，它主要的翻译是说，GG 想要让玩家玩这游戏玩得更久，可是他调低打宝，然后让怪物更难，这个事情啊，其实没有让玩家玩得更久，反而是让。就让很多玩家直接就退坑了。你看我们退坑率，现在听说这季比上季早了一个礼拜退坑啊，所以还蛮夸张的。对啊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吧。往下 ，Prison Temple， 这个应该是他的回馈吧？哦，有很多梗图啊，我们看一下梗图吧。We are glad you came in, Chris。这也是梗图吧？这就是梗图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Your vision has been awful for a while now。好，然后这个也是漫画梗图，我刚刚稍微看一下哦。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头啊，这季很多，因为这季很难玩嘛，然后出很多。我们之前有影片有介绍过日神、日曜之处、月神之处，然后夏卡利之处，三个嘛。结果现在军帽出了这个，他增加打宝率，然后他又有扑杀，我操，他可以去打宝了。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啊，所以他 PO 了这个头。但这个头实际我不知道多贵啊。影片最后我再放这个头大概卖多贵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再往下看。这个我有看到。I heard MF cooling is meta， 就是扑杀打宝是 meta 嘛。然后结果他这些装，你看，你们可能要放大一点，我放大一点看到吗？好，可以耶。Reduce。这个 reduce， 然后 reduce， 这个也是 reduce， 他就觉得干好痛苦，可是他感觉是故意的啊，他的 royalty 减了327%，感觉是故意的，感觉这样可以去测一下说会不会掉很贵的装备什么的，然后再往下，哇，他打了好多戒指，他说我不知道你加了这什么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写什么，看不懂。不过他掉了蛮多，知道的小伙伴可以留言给我说这句话是什么，我懒得查了，好啦，不然我查一下好了，我翻译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帮你各位翻译一下，复制，然后我们去这个翻译网址，好不好？翻译英文 ，Let's go， 应该是这边吧，这边，我不知道他们把这个 low wealth， 这是应该是一个，这应该是一个什么编织的。对，就是宿敌十罪添加到 drop table，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这样吧。再往下，3.19.0， 我刚刚有看了一下，结果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你们小伙伴也可以听一下，来看一下吧。一样翻译成中文，然后我只知道前面都没用，最后一个是有用的。他说卡兰德湖中的传奇物品现在按顺序出现。如果已经看过他们的，然后他会随机出一个传说物品，他的按顺序出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可以打到卡兰德之虎的传说物品啊，我不知道，对吧？希望是这样啦，这样大家都有一颗，至少都有一颗复制戒指嘛，当做宝贝把它收藏着，对吧？希望有啦，不然这季玩的好累哦。再往下有什么 ？Does anyone feel like mapping in turn for 啊？这个抗性啊？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什么机制的那个盘吧 ，drop table 嘛，这个叫 drop table 嘛。然后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它是 lightning， 它是那个，它这个叫做导雷，
倒雷怪吗 ？Monster has been driving me insane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一下。他觉得很疯狂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哪里疯狂。再一次，他哪里疯狂了？这有没有小伙伴看得懂？不知道，我是实录的啊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得懂。但他有在放倒雷吗？他被倒雷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。Lightning Conduit， 这不是倒雷的名字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看不懂。然后再往下是，哎，他找到月神之处哦，看一下月神之处怎么了？可以吗，兄弟？月神之处有了，他放扑杀上去了，那个是扑杀吧？我猜，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吧。他要去刚那个怪，可是他看起来啊，亚大 ，Go man， 再往下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好像没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那没关系啊，再往下你们自己看好了。这个社群其实蛮红的啊，大家可以来看那个，有一堆 POE， 有一堆奇怪的东西都在这个社群上面，连 Chris Wilson 都在上面呢，还有谁不在上面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查一下刚刚的顶军报好了。对对对，反正也无聊嘛，查一下吧，查一下吧。这一季已经无聊了，就加减完。这个军帽叫做 Sharko， 对不对？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这样就有哎、欸。打宝的，然后他那里30等是不是？30等看一下。30等的有一滴哦， 30等有一滴。那扑杀呢？我看一下有扑杀吗？扑杀是 CULLING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S 开头的，有。这个吗？这样 search 一下，没有哎、欸。Rolling Strike 是对的吧 ？Rolling Strike，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查错了，没有查错了，这样啊，这样应该是对的啊。一等，我们输入一等，找一下，如果没有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哦、oh, 哇、wow, 他怎么敢的？查到了，查到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顶不知道有没有价格。那个小伙伴啊，你们抽到这个时候留意一下，感觉是瞎鸡巴卖啦，我感觉啦。不过感觉说不定有机会哦、喔，这个头，因为30等的这个打宝，哎、欸、，NF 不知道多少，搞不好他 NF 超高，还是你们要看一下 N 这个 item rarity 的这个他30等打宝多少？打宝率，打宝辅助。这个叫什么？稀有物品稀有度辅助，物品稀有度辅助，来，物品稀有度辅助，来看一下，30等的大概是大概掉宝率会是多少？这边40%吗？那30等是几%？ 30等是69%，那怎么感觉也没有到很溜，69%而已，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是不知道哎、欸，而且他还没有这个物品稀有度，就是你随便穿一个物品稀有度，然后你加个品质，你搞不好就可以到达它30等的这个地步嘛，因为它30等69%嘛，啊你正常是21等60%啊，然后你加这个你的品质上去，欸，你就70%了，感觉怪怪的啦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好不好？那个喜欢我影片订阅分享按赞，好，我是浩尔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